像柴犬的好处有很多。首先第一点就是它们体型较小，体型较小也就是对于它们自己的居住空间的要求并不大，所以说家里面的房子不管是大和小，只要有容身之地，你会发现柴犬过得都还相当不错。第二点，柴犬的卫生情况很好，柴犬的毛发为短毛，所以不容易在地上被发觉，那平常只要勤做清理，室内的环境保持的是仍然非常好的。再其次，柴犬它本身自己的一个油脂分泌并不旺盛，所以说它自己的体味并不是非常大。然后以及第三点，柴犬的一个性格，柴犬虽然对陌生人是比较警惕的，对其他陌生的小狗呢会比较有一些攻击性，但是柴犬作为家庭伴侣犬只，它只要接受了这个家庭之后，你会发现它非常的粘人，非常的淘气，非常的活泼，经常会给沉闷的家庭生活呢带来很多的欢笑和欢乐。所以以上的三点呢就是饲养柴犬最大的好处，它本身也十分适宜作为一个家庭伴侣犬只。